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can only further our advances, Commander. These magnetic-based weapons are a lot like the early railgun prototypes. They fire projectiles at extremely high velocity. 火花怎么怪怪的？这个要制造吗？ 这武器还不错，他是要放在工程部修复的。这是他的枪支 ，Spark， 嗯，他没办法换眼睛哦，哦可以，啊，其实可是有点鸟哎，看这个头是怎样。 没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好吧，就这样了。这真的很难选，因为你知道怎么讲吗？因为这两周后的报复行动，有一个是科学家，我蛮想要的。可是他这边有个隐藏事件呢。 Setting course for Sector 10, Eastern United States. 他不能搬运我们的士兵，如果被击晕是不能搬的。线，全部都不能动。线，好，就这样，有点危险。我们这一次没有医疗兵，所以比较危险一点。Remote reconnaissance has picked up a weak advent signal, slowly moving through this area. We think it's one of their data vaults being transported by a truck. The target is vulnerable. As far as we can tell, the data may be tied to the alien operation we recently detected. Take out any hostile forces protecting the vehicle. Secure the AO and recover the assets. 他这边动画都会有点那个跳伞啊，那时候都会那个。 Menace 1-5, we've got a bead on the Advent Data Vault near your position. Be advised, self-detonating charges are in place at the target. Move to disarm and extract the package before its contents are destroyed. 这是炸弹会自毁就对了，冲机器人 go. 哎，他这是怎样？过载。本回合获得三个行动点数。 蛮近的，八回合就会爆炸。Got it. We're in the sights。靠！嗯，然后他们自己冲过来。靠！要你这样打，我就要修了欸。 我还可以再做一台吗？我真的很在想，你不是监视吗？为什么他不会？你好像有自己拿那个医疗的，应该是。先开开看哦。我好痛哦！刚刚那另外一只欸。 哎，那个外星人不见了，这是 bug 吗？哦，太热哦，这个打不到欸，这奇怪。现在就可以。左轮真的，这就这样而已，两滴，没办法。这台车会引爆嘛，所以我也不能直接那个。 Got it, moving. Advent forces on the ground. 我靠，三名敌人欸，啊，完了。来，接我来帮你。 先打、啊。等下，为什么这只攻击力这么高啊？ Kill confirmed.
这只算新的狙击手啊，六 D。没关系，我等一下投那个手榴弹在这边。这么近你也打不到，你准备要吃我的加农炮，你知道？发射一次看看啊！哎，等一下，为什么会误击？哦，它前面不能有障碍物、哦。Moving as ordered。等一下，它的过载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原地一直打三次，是不是？一直觉得好像是在讲这种东西。这已经是百分之百了吗？外星人线索设施，就这个。应该是外星人设施限制。Menace 15, status confirmed. The charges are inactive and the package is secure. 果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我不用撤离哦，我只要解决敌人就好。其实我很想打村民，不是新的敌人在哪里？好，这里啊，知道了。狙击手，我看也要换位置。I'm all over it.我是打算给他刺青啦、啊、可是他的军阶太低了，他不能刺青、啊、我把他手臂拿出来就是要刺青的，军阶低了没办法。他们两个站蛮近的，不行，我这一回合一定要发一个飞弹看看，来一发看看。干，威力好大！他自己过来好了。哦，在这边监视。这是呼叫支援的意思还是标记？没有说。这个人命很大哦。干！没关系，我先砍他。欸，我不能砍他欸。没关系，我开个门啊！干，按错了。转，你先跑好了。刚按错了。其实，但他刚在这个角落就可以开门。Here, catch！ 你的功能好多。99%，你讲的、哦，这只真的好痛哦。Kill confirmed. Status confirmed. All hostiles are down and the area is secure. Status confirmed. Mission accomplished. 哎，不会这个机器人也可以升级？可以，嗯，我想升级。呀，升级！哎、欸，你挡到了，哦，它可以转。呀，左边是比较硬，右边是攻击比较强。呀，它标准射击是什么？就普通那样打。所以你灌到弹夹满，在原地可以打三次哦，那很强哎。可是我希望你硬一点，因为我之前有全部死亡过的经验了。
只要一个人或两个人倒下，你就是挂。你一个站位失策了，就是会连累很多人。欸，你有升级啊？用手枪射击一个目标。哦，我就想说用这个，因为致命射击我真的还蛮少用到的。另外一只是走致命射击，可是感觉怪怪的。十天哦，哇，那我真的没机会了，你知道吗？